最近每天都在想，我到底有没有资格做一个医生。我很负责任地跟你们说，对待新冠我们现在束手无策。晚上21:38，抢救无效，宣告死亡。挫折就丧失斗志，灰头土脸的样子。现在是国难当头，一定要顶住啊！为了保护我们的城市，我们不管他们，谁管他们？保卫我们的国家，保护我们的亲人。天塌了，我也要把他收下来。